其實咧講開即係百貨消費股啦，咁我覺得可能會唔會咧就係啱啱提嘅另外一啲零售股咧，反而佢嗰個股值而家比較高啊，即係一樣另外一啲內地百貨股，其實佢都係受惠即係人民幣升值啊各樣嘅因素咧，反而可能佢股值相對冇咁吸引嘅時候咧，可能更加值得。可以搏一搏啊！所以其實你可以即係大家可以諗一諗嘅，譬如國內啲百貨股啊、消費股，頭先講過啦，今日升得即係都叫靚靚仔仔嘅。咁啊，雖然後尾收市嘅時候個市跌一成跌翻落去啦，即係冇咁勁啦升得。咁但係其實頭先講嘅金鷹同埋銀泰咧，喺業務質素上邊、增長動力上邊同埋佢嘅現金流上邊咧，其實都做得唔錯㗎。咁啊，加上佢哋啲據點咧喺啲沿岸市場啊，呢大啲嘅城市啊，咁所以其實如果你增加消費動力咧，能夠減税對佢有幫助嗰啲人咧。就係、是、有消費動力嗰群中產嚟嘅，咁所以其實應該對呢啲股份係比較有幫助，不妨可以望多望頭先講嗰兩隻股份咯。OK， 係咯，呢個嘅啱啱提成我哋百貨股啦，可以觀望一下啦。另外都同大家咧講翻啲數據上面啦，之前提過嘅一啲珠寶股相關嘅股份啦，譬如周生生同埋六福啦，其實真係今年咧個累計升幅都幾厲害㗎，咁都超過咧係兩成啦，至到三成㗎，所以其實呢啲都係比較省鏡啦，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。咁我哋都換個話題啦，睇下其實咧即係。最近啦，一啲財經焦點啦，其實都會睇到咧，就啱啱提嘅珠寶相關股份啦，其中一隻咧都係大家比較關注嘅，就係講緊周大福啦。咁由即新世界發展主席鄭裕彤啦，私人持有嘅周大福珠寶啦，咁已經遞交咗上市申請表啦喎。其實就部署喺12月嗰度上市啦，集資金額咧係高達咧312億噶。咁係咪咧？即係嚟緊咧，可能個 IPO 咧本身都靜咗一排啦，即係嚟緊可能9月、10月咧都會係一個焦點啦。通常咧 IPO 最多最犀利嘅時間咧就11月，咁因為差唔多大家趕埋今年年尾啊，咁就衝曬上去。咁所以其實成批呢啲咁嘅股份咧，應該會喺12月嘅時候咧有啲炒作嘅動力嘅。咁啊，再加上大家焦點望住周大福，咁所以其實我諗估計啦，去到後半，即係嚟緊嗰一兩個月咧，個上升動力都會有，咁亦都會可以帶動到成批呢類即係珠寶首飾股。咁另外一隻咧，即係都係會預備集資上市嘅，就係電信盈科啦，都係另一個市場焦點啦。咁佢咧就係即係會以商業信託嘅形式上市啦。咁市傳就最快可能下個星期就會上市聆訊啦。咁爭取喺10月底上市啦。呢一個係咪都值得關注啦？值得關注嘅，主要原因係因為咧商業信託上市喺香港咧，即係相關嘅咧就只係。即係唯一一次新嘅啦，咁所以其實大家都望住到底會搞成點啊，到底係點樣啊？咁但係你要知道咧，其實電信盈科咧，其實即係你話做咗商業信託上市之後咧，好似咧就係會增加翻啲派息咧，或者派息比例會唔變啦，就唔會即係公司都講到明咧，就唔會剝削而家即係股民嘅權益嘅。咁所以翻到嚟咧會多咗個概念，咁啊睇下會唔會即係令到股價咧會多少少提振啦。咁啊今日都硬淨嘅，咁啊睇下會嚟緊會唔會都係可以有好啲嘅表現。咁其實咧，不如都即係同觀眾講下啦，可能有啲觀眾都未必清楚啦。咁商業信託形式上市咧，其實會唔會係有啲咩好處咧？特別可能係波動市況，會唔會係有啲嘅吸引力嘅咧？其實公司即係將佢其中一個業務，即係佢而家呢個係電信業務啦，咁啊就搬咗出嚟，就拆開咗嚟，從佢嘅業務嘅現金流嚟做上市，咁啊得翻嚟咧就即係將佢獲利咧就擺翻落去電信盈科入邊，咁再由電信盈科翻俾顧問，咁所以其實即係拆開咗其中一個一範嘅業務接出嚟上市咯。咁啊以往香港就未真係冇試過嘅，咁啊原因係因為咩咧？原因係好多時候大家都覺得，咦你呢間公司上市嘅時候咪本身包含咗呢個業務咯，你又再拆咗呢個業務出嚟上市，好似有啲財技嘅感覺喎，咁所以其實大家都唔係即係咁願意或者去了解呢件咁嘅事情。咁監管機構方面都開頭都有啲即係拉住嘅。咁但係翻到出嚟咧，而家好似似乎個感覺又唔係太壞喎，市場又好似願意接受同埋樂意試一試喎。咁可能即係李生嘅效應、李氏家族嘅效應，都不妨可以一試啦。咁因此先至會有咁嘅主題啫。咁今年第二次呢啲第一個創舉㗎啦，之前。就人民幣嘅業務，咁今次咧就係另外一個業務信託，咁所以其實我諗市場上面都會關注嘅。係咯，不過提翻咧，即係電影咧，其實發言人方面咧都未就呢一個消息咧去作任何澄清同埋回應㗎。咁不如我哋都關注一下，另外咧就係一啲國際財金消息啦。咁其實即係聽日啦，星期五啦，美國就會公布咧8月份嘅失業率啦，咁市場咧個預期喺9%樓上㗎。咁即係不過更加關鍵，可能係講緊下個星期啦，奧巴馬會發表講話啦。其實你點樣睇就係佢會唔會有啲咩新嘅板斧去創造就業咧？我諗比較難啊，因為老實講，失業率高企呢個問題咧，係美國一路已經持續咗一段比較長嘅時間。
咁我唔單止係美國面對住呢個問題嘅，歐洲都面對緊呢個問題。咁所以我哋寫詩成日都話，啲失業率個問題解決唔到啦，咁啲人冇錢咧，又交唔到税啦，咁就又再牽動咗其他啲更加多嘅問題出嚟。咁所以其實如果你話有辦法解決失業率咧，應該做咗㗎啦。咁即係而家就未有辦法嘅。咁但係市場上面都會關注幾樣嘢。亞洲點解翻到嚟個市會跌得咁犀利咧？因為歐洲嘅 PMI 做得好差，歐洲股市跌。咁嚟緊大家就會再關注咧，就自然係失業率。或者係就業嘅數據，以往大家都會知道就業數據理想咧，先反映到經濟情況有可能改善。咁啊，而家兩邊炒嘅。咁啊，第一，如果就業數據唔理想咧，更加多人咧憧憬會有 QE3。咁但係如果你話就業數據好理想啊，應該都係唔錯啦。咁可能又會減低咗大家炒作 QE3 嗰個心情。不過從實體經濟上面去考慮咧，只有就業率。即係能夠得到明顯的改善咧，先至可以拓展到嗰個地方的經濟咯。咁啊，而家都是兩邊炒嘅啫。咁我相信數字有代表性，但係對於個市況咧，可能就未必有太大支持作用嘅。不過真係要觀望咧，就係可點樣可以咧，就係唔增加咧開支嘅情況底下，又可以創造就業啦。咁或者嗰個措施如果對預期咧，即係。比預期差的時候，其實即可能都會影響之後的後市。所以其實大家都要留意咯。咁好多人都會借呢些消息嚟炒作下個市嘅，不過純粹是炒作，始終長線都要歸管翻，即歸翻去基本面嘅。好。咁我哋今天多謝你的分析啦。我哋今天都叫做一個咧，就係炸魚薯條，我哋一起可以試一下喎。好啊，飲杯先啦。